佛汉拳法功夫高，一招一式不得了，先用石磨压手指，再用铁滚滚手臂。在众多传统武术中，究竟哪个门派的练功器械看起来霸气一点呢？是威武霸气重达上百斤的状元重刀，还是练快速躲闪和击打能力的活动木桩呢？这些传统练功器械都很不错，但是我要说的佛汉拳应该值得一提。佛汉拳有个铁爪功，能够从严丝合缝的铁滚间穿插而过，用手拨石磨，拳握鸡蛋打大理石，鸡蛋却安然无恙。用手臂的横劲可以顶起上百斤的大木桩，非常考验手臂的功力。最后再用铁滚滚压腿部，练的都是武术里的硬功。其中我佩服的练功器械有两个，一个是磨盘把手，这位佛汉拳高手居然可以用手指拔动2000斤的石磨，功力之深叹为观止。而这位佛汉拳高手的铁爪功更为厉害，拨动了惊人的7个磨盘，重达2428斤，创造了2019年的世界吉尼斯纪录。第二个我佩服的练功器械就是这个铁滚，两个铁滚之间严丝合缝，手臂却要非常迅捷的能够穿插过去，同时还要来回滚压手指、手掌和手臂，这样正是锻炼抗击打能力和爆发力，与人交手时硬如钢铁而不受伤。练了铁爪功又该如何实战呢？这位佛汉拳的高手做了动作示范，看得出来他打的都是要害。佛汉拳除了手上功夫，也有脚上功夫，据说开门腿就非常厉害，包含弹腿、趟腿和挂腿。这个是一，这个就是探，就是探腿，这就是趟腿啊。你可以打，可以不打，是硬腿的碰起来的时候再打过来一个，这就是接着一回看，这就是挂腿。和戳脚的腿法十分相似啊。看来佛汉拳有了练功器械的加持，实战起来更加厉害啊。